待会儿都放轻脚步，我们绕过去。 琉璃造的元灵武器，可真不错呀！今次一定要用这玩意儿立个大功劳。 小师妹，别来无恙啊！师妹不但与通缉要犯厮混，还在相和观坏了我李军好事，真是铁了心要与我们作对嘞！叛徒，闭嘴！ 绝不会让你干扰石兴大业，隐世必过不过诺，天下魔子放羊，什么魔子？天下大乱，是李军还是绿林乱党？师妹，可得想清楚。 这群庸才的！ 小心！阿兄，红姐姐，啊，竟然还有这招！哎，两个小鬼没事吧？红儿，你受伤了，还好吗？小伤而已，不碍事。我，真的没事。 小意思，我早就习惯了。有意思。如何？复魂牢吸引妖魔，捕妖家捉住他们，接着用这机关取出元灵，最后借妖魔的元灵强化武器。 小鬼们，别在这儿磨蹭了！
我在西域望见过中原、长安、商山，都见过好几次。在地平线的一端，隐隐约约闪动着，忽远忽近。啊，从西域怎么望得见呢？所以那并不是真的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是沙漠里渗吐出的气。我们来迟了一步，小鬼，我是大小姐，哎呀，我是大小姐，都是行侠仗义。哎，吉普纳瓦，我晓得你现在心里焦急，但这也是眼下唯一能找到复原的线索。我的香啊，我想问问大王你自己，我们得尝试各种可能。说不定夫人只是途经此处而已，大王别紧张。真是，走吧，还得先除掉那群妖魔才行。四周都毁了，你怎么还待在这儿？阿父阿母都不见了，我找遍村子都没见着。你们有没有见到？他们不会走远的呀。可以帮我找找阿父阿母吗？求求你们！没问题，交给我们。谢谢你们。不过，到哪儿才找得到他们呢？
阿父阿母，身上带着成对的鸳鸯玉佩，一人一边挂在腰上。村子里头会带着玉佩的只有他们了，肯定找得到。好，你在这儿等我们。呀，和阿兄出远门呢？胡说，仙儿你才满周岁的时候，我就背着你周游列国了。还周游列国呢？阿兄一辈子都待在大兴国境内吧？不是，阿兄小时候住过大汉呢。啊，阿兄。一枚是鸳，一枚是鸯，看来就是他们了，只能把玉石带回去了。Thank you.